OK，咁有個 Astron 世界 M 啦，就移近去大 M 個 Earth 嘅 mass 嗰度。咁就如果依、這個去到呢個位嘅時候係 V，呢個距離係 R，咁佢呢依度呢係由無限遠度嚟嘅。佢又想問無限遠嗰時，佢又想問無限遠嗰時候究竟個 KE 同埋 PE 係幾多？咁 very far away 就真係揀無限遠嘅，就可以當無限遠先就 OK 啦。咁我睇翻先啦，其實喺無限遠嗰時候，個 KE 咧就要揾啦，佢想我哋揾嘅。咁個 PE 咧，其實就係負公式負 GMM over R。咁所以咧，呢、這個公式咧負 GM over R 咧，呢 個 R 咧就會係無限遠，咁所以就係零啦。咁去到呢個位，KE 咧就係二分之 mv square。個 PE 咧就係負 GMM over R，咁用翻能量伯達方程式就會係喺呢一點上邊嘅 KE 二分之一 mv square 減翻 GMM over R，okay？ 就等於翻 KE 喺無限遠嘅時候加翻 PE 無限遠嘅時候，咁呢個係零嘅，咁所以咧 KE 無限遠咧就二分之 mv square 減翻 GM over R，同埋就 C。